民进党通过了前总统陈水扁再入党的申请案，让人正在服刑的阿扁可以重返民进党。来听听党内大佬的声音。依照民进党章的规定，陈前总统可以再入党，而也已经经过小组通过。他被关了那么久，现在又变成这样，申请再入党，我们应该给他温暖。政治也不外人性。拼的是陈水扁总统的健康，还有他在整个意中人前。面对未来要投入选举的县市长，对于阿扁重返民进党言论是比较中立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人忧虑阿扁可能会扮演马总统最佳救援投手的角色，深深影响到民进党2016的总统大选。